橘子啊，我和迪丽热巴谁好看？她好看，我操！你再给我重新选一次啊，谁好看？我去，你太现实了。橘子，现在咱们家就剩这一个馒头了，你说给谁吃啊？给你自己吃啊？那我呢？我操！你这个不孝狗！吓死我了！我操你的！橘子，假如我和你老公同时掉水里，你先救谁？啥意思？咋的？你两个都救啊？哎，你给我装个死，快点！别！哎，你敢犟嘴了？别！哎，我操！反了你了！我朋友家做的这个酸奶肉，我看看来，你先别火了，来，我看看来。你看呢，还得给我关外边。你说这个，你想咋的？还偷吃啊？我看你拿小奶酪来，就喜欢吃姐姐家做的这个啊。好，你吃吧。